随着奔跑吧兄弟在全国范围内的火爆，古灵精怪的郑恺被广大观众所熟知，尤其是在韩国之行一碧熏云，其他兄弟团成员的片段更是让郑恺人气急升，就连他自己都感叹拍了那么多戏还不如一个屁呢。日前郑恺通过微博爆画给刘诗诗的画像，并写道：我说我不会画画，诗诗说没关系，于是还特意艾特刘诗诗。刘诗诗长发披肩回眸一笑的美照被郑恺画得面目全非，非常的难看。随后刘诗诗评论回应称：郑画家，期待你的自画像哦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呼唤吴奇隆，称龙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也有网友称诗诗哭晕在厕所，求诗诗的心理阴影面积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